有时候看粉色故事，重点就是在这个文字的使用，很漂亮，跟诗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篇。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它的标题叫做 "Embracing the Storm"， embrace 拥抱，拥抱这一场风暴。所以我 again 我又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一个比较雌性的角度去写这个故事，因为我就觉得雄性很难写得出这么。用这么漂亮的文字 ，But again, I am strongly biased. I'm sorry. I apologize. 来，先看一次好了。His gaze pierced through my defenses, setting my body ablaze. With every breath, I inhaled his intoxicating scent, a heady mix of musk and desire. His gentle touch was barely there, but he sent ravishing shivers up my spine.Our lips met in a collision of passion and longing, igniting a firestorm of pleasure as I melted into his arms, surrendering to the tempestuous whirlwind of our connection. Tempestuous, what a word. The rhythm of our bodies intertwined, creating a symphony of moans and whispered promises. In that moment, he became my addiction.The only drug that could satisfy the insatiable hunger within me. 结束，就漂亮的文字，必须说。来，我们来从头看一看。第一句 ，His gaze pierced through my defenses. 光第一句，我觉得就很有力量。就他的投来的视线，所以 gaze 这个字就是看，简单的说，只就是一个比较，他 gaze 比较类似凝视的意思。OK， 所以凝视着一个东西 ，gaze 这样子。所以他的 gaze pierce 呢叫穿刺，所以我们讲说穿耳洞，我们就叫做 ear piercing， OK， piercing、穿过去这样子。我们打那种游戏有时候会有一种穿刺类的武器，例如说矛啊、就是张飞的丈八长矛之类的，那个就叫做 piercing weapon， OK， 虽然说矛叫 spear， but pierce 就穿过，所以他的凝视穿透了我的防备防御，所以 pierced through my defenses， 所以你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受方的概念，所以这个男这对方、男生啊，因为他用 his 没有错，所以他看来的眼神穿越了我的防御，这样子。逗点后，分词构句接下去 ，setting my body ablaze， 让我整个身体燃烧了起来。我只能用燃烧这个中文字，但他用的就是 ablaze， 这是一个开头的形容词，像例如说飘着叫 afloat。醒着叫 awake， 睡着叫 asleep， 所以有很多开头的字，然后后面加一个别的字来表达是形容词的一个状态，谁谁谁正在处于什么状态。所以什么叫 ablaze？ 就 ablaze 就是火焰，所以 ablaze 就是处于火焰中，很难翻成中文，你除了用燃烧没有别的。我相信有更好的中文字，只是我中文烂。OK， 让我的身体燃烧 ，setting my body ablaze， cool。With 开头的句子，所以你知道 with 加了名词之后，逗点才是主词动词。So with every breath， 所以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with every breath， I inhaled 就吸入，所以 inhale 就是用鼻子吸进来啊，那从鼻子吐出去 ，exhale。啊，对不起，我讲太快，也可以用嘴巴，没有人说不行。就像打坐或什么之类的 ，you inhale through your nose and you exhale through your mouth 啊，有时候像跑步也是一样啊，鼻子吸气，嘴巴吐气，那总之 exhale 就吐出去这样子 ，OK？ 那能不能用嘴巴吸？还是可以啦。你在抽烟的时候，你也是 you inhale through your mouth， 所以他就 inhale 了，吸进了他的 intoxicating scent。这个 toxic 这个字，基本上我们翻译成有毒的，可是。如果我说你一个人的状态是 intoxicated 这个被动形容词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解释成酒醉了、喝醉了。OK， 所以这里的 intoxicating scent 变主动的，所以就是它那个令人沉醉的香气，大家可以这样子翻，所以吸入了这个人令人沉醉的香味。I inhaled his intoxicating scent， 逗点。逗点后再补充一下这个气味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 a heady， heady 就是让人家头重重的， head 这个字毕竟是头加个 y 结尾， heady， 所以让人家昏昏欲，就头会觉得这个
昏昏欲坠，大概也可以这么说吧。OK， 的一个混合，混合了什么呢 ？Musk and desire。什么是 Musk？ 你想说啊，伊朗 Musk 啊，同一个字。其实 Musk 这个字，我们翻译成是麝香啊，所以身上的一些味道，你当然可以说那个叫做 scent， 你甚至可以叫它 a terrible smell， 呵呵，狐臭之类的。但是 terrible smell， 可是有一个字叫做 Musk 啊，就是。香味，不要讲一定是香味，麝香这个味道到底好闻不好闻，那见仁见智。所以总之 ，it's a heady mix of musk and desire。第二段，他的温柔的触摸，好像这有又好像没有。So his gentle touch was barely there。OK， 所以好像又有又好像没有 ，barely there。刚踢到一下我的镜头，抱歉哦。But it sent ravishing shivers up my spine。所以他这个抚摸好像有好像没有，可是呢却有办法让我整个脊椎啊都在发抖，这样子让我的脊椎发抖。 OK， it sent ravishing shivers， 这 shiver 就发抖这样子。 OK， 所以让我的 spine 就是脊椎骨这样子。好，所以他的触摸让我连脊椎啊都在发抖这样子。 Our lips met in a collision of passion and longing。那他们的嘴唇呢就相遇了，在一个碰撞下相遇了。所以 our lips met in a collision， collision 这个字就是相撞、哦、相撞，汽车相撞 collision 这个字不一定相撞了，就撞到这样子。我都还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接吻的时候，我都很有印象，就是撞到嘴巴。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不要说你不会。一开始接吻，你会觉得哦，电影上演的好浪漫，两个人很用力的撞在一起亲了。然后你一学他，发现靠北，就你撞到嘴巴撞下去，你的牙齿会把你的牙肉割坏，割到破掉这样。然后就哦，干好痛，牙肉破掉这样。那后来才知道，就男生就是不是男生，就是接吻的时候，两个人的头应该是要用一个没有太快的速度去接近的。要是冲撞力强一点的，真的会撞到牙齿会不舒服这样。所以。这是很后来，不要讲很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学到的，就是接吻不要太用力去冲撞。但他这里用的却是这个字，所以他用的 collision 这个字让我回想起以前。说真的 ，so our lips met in a collision of passion and longing。不过他这里的 collision 是热情以及渴望，所以 passion 是热情 ，longing 就渴望。逗点后点起了。好，所以用了一个分词构句 ，igniting，ignite 就点火这样 ，a firestorm 一个火般的一个风暴这样子，那个风是快乐的愉悦的火风暴 ，igniting a firestorm of pleasure，pleasure 这个字常常讲的发音不是 pleasure 哈、哦、，pressure 是 sure 啊、哦，但是 pleasure 不是 pleasure， 好，这个先不讲究，所以 a firestorm of pleasure。As I melted into his arms， 随着我，当我融进他的臂弯里，这样子啊，那用讲的很漂亮的字，哦，融就 melt 进他的 arms， 这样他的怀抱里，这样，然后就是投降在，哦 ，surrendering， 投降给了他的这一个，狂风般的一个，旋风，或是这边有个字叫做 tempestuous， 很少看到这个字，狂暴的。我还先找了一下、哦、所以我觉得不错，我也学到一个，不要讲学到，看到一个很少见的字，所以 surrendering to the tempestuous whirlwind of our connection， 所以 whirlwind 就是这个旋风之类的这样子，所以一个狂暴的旋风、啊、所以他们的连结的一个狂暴旋风，反正我觉得他用了很多很多字都没有重复，写、哦、得很好。那最近我在玩《暗黑破坏神四代》。野蛮人的旋风斩就是这个字，叫做 whirlwind。OK， 来下一段 ，the rhythm of our bodies intertwined， 所以我们两个的身体的节奏就交织在一起，所以 intertwined 这个字就是交织这样子。OK，creating、okay? a symphony of moans and whispered promises， 创造他很喜欢用分词构句，逗点后加 ing 之类的这样，所以创造出了一个 symphony， 就是交响曲。所以这个Moans 就是就叫声这样、哦、就那种呀呢喃声 Moans， 以及就是小小声讲出的承诺、
啊、你知道两个人抱在一起做的时候可能就会讲着、啊、我一辈子爱你或之类的，讲那种屁话这样、啊、所以小小声讲出来 whisper 出来的一些 promises， 这样形容的很精准，人跟人之间有时候讲。而在那个当下 in that moment， 它变成了我的它是我的沉溺，它变成了我的瘾，毒瘾的瘾、哦、He became my addiction， 所以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满足我的药，The only drug that could satisfy， 能够满足我无法被满足的饥渴，好，满足不了的饥渴。所以这个字跟 satisfy 还有点像，可是它叫做 insatiable 就是怎么喂都喂不饱的这样子。 OK， insatiable， 好，来，很想讲这个字，不过我们下次好了，今天这个算是可能有点长，我们要再把它重读一次。His gaze pierced through my defenses, setting my body ablaze. With every breath, I inhaled his intoxicating scent, a heady mix of musk and desire. His gentle touch was barely there, but it sent ravishing shivers up my spine. Our lips met in a collision of passion and longing, igniting a firestorm of pleasure as I melted into his arms.Surrendering to the tempestuous， 这个字还是蛮卡的。Surrendering to the tempestuous whirlwind of our connection， the rhythm of our bodies intertwined， creating a symphony of moans and whispered promises. In that moment, he became my addiction， the only drug that could satisfy the insatiable hunger within me. 搞定 ，OK， 好，希望你喜欢这故事。我是 Paul。我们下次见。